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做一些创意的招牌设置，啊，创意的招牌。现在所有的招牌啊，或者我刚刚都要安全啊。那二楼窗台是希望能够保持净空，那这个其实都是变成我们要，其实与其说这公部门做，还不如说希望他们自己来做一些规范。那创意的店面，其实这个地方他们都有一些店面自己还蛮做得很活泼嘛。那重点来了，我们做的就是铺面跟街道，哦，怎么样去让它更活泼，色彩更丰富，哦，这是我们刚开始的构想。最后不是这样子啦，哦，我们本来是希望这个保持净空，那创意的店面设计，那还有一个创意的一个招牌，这是原先的一些想法。那这个是明太子街，哦，这是明太子街，这大家是比较日本风味的，哦，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发挥餐厅啊、咖啡厅能够在这个地方，一样是创意的，我们做一些铺面。那这个是原先的构想，后来有一些做了一些，就是我们因为美国街，我们说哎，要把美国国旗，结果后来就有人说，哎，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在侮辱美国人？把国旗放在下面这样踩可以吗？后来这是有人呐，啊，有人这样子想，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，哦，没有那么严重。那其实这样子让这个地方其实是变得更活泼、更有特色。好，后这是做好的状况，这是徒步区，哦，和平停车场。哎，国旗出来了，这个是最后我们很坚持，我说一定要国旗，结果真的做出来啊。很有趣的，其实这样子看还蛮有趣的啦。那这就是美国街啊，哦，做出来。好，最后我们看，其实呢做了这么多啊，在万华大同，我们看这个报纸都提到了啊，哦，瞧这是一个重点。那历史的一个老街的部分，怎么样去把用这些串联？我刚刚讲串联导览解说。那像那个万华现在有一个剥皮寮老街也做好了，也欢迎大家去里面参观。所以从整个的最现代的流行文化的西门商圈都会有一个计划，然后硬体的计划、硬体的建设，怎么样去跟更 TOD 就跟大众运输结合，来创造它的主题、流行、时尚、文化，那商圈的一个行销等等。老旧的社区就是刚刚所谈的，怎么样去做串联这些古迹，怎么样让这个文化的基底能够更显现出来。那最后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来看哦，就是未来这个万华是什么？蒙甲我们做了这么多，我们要去展望未来，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一个，怎么样去把既有的找出来。在文化的基底之下去创造未来，去跟未来去结合，去做一个永续的发展。我们今天所有的城市、所有的商圈一定都有它既有的生命力，千万不要忘，一定有它原来的那个气质，大家不要忘。做公共空间，大家不要想说我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东西，没有那么多的新的，其实找回自己原来的自己反而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，蒙甲再生地区行动的最重要，如何找到自己原来的那一个原来的我。好，那我今天的简报先到此为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八德商圈总干事，我姓洪，哦，是这样子，哦，这都市更新，哦，像我们八德商圈那边 也有一些业者在提说都市更新，啊，但是他们提的时候都想到一点，就是说哎，那个建蔽率，哦，可不可以再更高或是更好。那另外一点就是都市更新现在是有如何针对这个钉子户，哦，
有没有一些办法，或是有一些百分比上就可以来试做这样子？再请方总、方副总回答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两个部分，啊，这个已经谈到重建的问题啊，跟我们今天主题没什么关系。不过我还是很简单的回答，都是更新有容积奖励啊，最高可以原来的容积率加到50%，或原来的容积加30%的容积率，所以就等于就是几乎是1.5倍啦。原来容积率最高可以拿到1.5倍，只要申请就有。第二个是啊，你刚刚讲的第二个是什么？哦，钉子户。钉子户啊，钉子户的问题啊，钉子户问题就是公部门永远的痛。你到底要去铲除钉子户，你要用公权力去介入嘛？那你就多了一个。其实有时候我们最近哈，就等一下就我们准备要执行公这个，这是都市更新条例22条的规定，我们要用36条去执行。然后我就说，如果真的要我们公部门要去执行去拆房子呢，我就建议啊，我未来我们公务员高考哈，要加考数科。那数科也不用，我也不是要教他去打仗，至少哈跑步要快，因为人家要打你，你要跑啊，哦，不要被人家打啊。当然这是个玩笑话，就数科这件事。那如果说今天真的是那种很恶劣的钉子户，公权力介入是绝对没问题。我以前碰过老伯伯啊，他就说，你要叫我更新，我活得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啊，你叫把我移到别的方再回，我也不晓得我们活到那时候啊。他听得真的很心酸啊，所以有时候很难拿捏啊。那条例是有这个规定啊，那我们现在也有可以执行，但是有时候我是觉得不能每一个都要靠政府去公权力去执行，因为有一些毕竟我们讲谈的叫公共利益，但如果说今天他所执行的并不是这么的公共利益，盖出来的都是豪宅，我就说都市更新盖出来的房子，我没有一栋我买得起耶。台北市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。好，那不晓得还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